首先先关心来自家己切消息，107年中国新兴障碍国民运动会，24号到27号在家己市举行。不过电竞、游泳等10个竞赛项目，有3516名的选手参加运动会的盛会，皆在家己城隍庙前来点燃，参加这项运动的赛事，精彩可期。新兴障碍国民运动会24号到27号伫家己市举行，包括电竞、游泳等10个竞赛项目。参加选手包括教练，总共有3516名。22号上午伫家己市城隍庙举办盛会团体仪式，家己市长涂新铁特别到场。市长涂新铁表示，家己城隍庙是国定古迹，城隍爷300多年守护家己人民。伫城隍庙引领的全国新兴障碍国民运动会盛会，也祈求城隍爷保庇。和赛事圆满顺利，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办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。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感谢城隍庙提供这么好的场地，结合历史，我们要从这里来点燃圣火的仪式。啊，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这个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，啊，能够在城隍爷及众神之的保庇之下。会当足顺利、足安全、足健康，大家人会当来遮运动会哦，再来享受嘉义人的热情。盛会迎来仪式前，市长涂新铁、城隍庙董事长罗英川等进行各项祭拜仪式。虔诚庄严的仪式当中，将象征和平、公民、团结、友谊的盛会引领，再将盛会传递和盛会队往民族路的方向出发，以一队传一队接力的方式，预计下晡2:30传到家市立美术馆，完成家市全境盛会传递。新闻台屏家市采访报道。